各位同修，大家午安。阿弥陀佛。一部经还没讲完，开悟正果的真多。佛陀讲经说法，才有这个程度。那么现在呢？太困难了。也不能说无，有，但是太少了。在咱中国2000几年这个历史当中呢，看有10个人无，可能10个都无。一旦听一解经哦，或者是看到一部经典，一旦开悟，这绝对拢是唔是普通人，拢是生生世世。以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在佛法内面修持的功夫，拢已经累积到某种的程度啊，拢是属于再来人，拢是再来人啊，唔是为三恶道当中拄啊起来做人的，拢是生生世世修行的人，才有法度在真精细看到一部经哦，或者是闻到一解佛法，会当有所体悟啊。那普通人、一般人呢，都必须爱逐工分析，不但爱逐工分析，而且呢，爱有一个真正的善知识，会当在一边啊。达刚噶指导，不但爱达刚听经闻法，连伊生活种种的行为拢爱干。啊，听经说法呢，有时对安那做法嘛是无了解，生活当中种种的小事。做唔对的呢，也是足多足多，举止行为拢无了解，这拢必须爱善知识，一对一的教导，才有法度甲这个人教化成功。如果干那听经说法、闻法呢，有时呢，对一般人。伊所这个生活当中种种的习气、意识，无法度对治。那无法度对治，听经闻法，会使讲正善根基，一生要成就呢，也是真困难。那所以无法施其要。成就呢，确实不容易。如果无达刚分析，无善知识，达刚甲你指导，达刚甲你指点你的缺点，这个效果无大。可见这个分析，或者是拄到善知识，会当甲咱指导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为了这个缘呢，都爱清佛助世啊！啊，清佛助世，希望这位真正善知识会当相助在这个所在，逐天为咱说法。那逐天指导咱生活当中举止行为，才会当有所成就。上起码嘛爱亲像以前台中李炳南老技师，在台中待一段真长的时间，固定伫台中讲经。那不但讲经。
伊会当主持佛法的讨论，伊本身阁会当做出模范，互边仔来学佛的人来学习，安尼才会当教化一方，才会学佛的人才会当得到利益。哦，这也是一种上起码。啊，敢那听经闻法呢？啊，这个利益啊，这个要对治咱的毛病习气，对咱的修行呢，帮助不大。啊，有所帮助，但是呢，要进步，要大进步，太困难了。所以这关呢，都是恳请的这个别意。但是呢，佛菩萨善知识，伊会当住世，也是袂当住世，拢在因缘，拢在因缘。啊，伫伊家己来讲呢，啊，真正的再来人，啊，佛菩萨，啊，真正的善知识，因本身呢，无所谓，嘛，无讲一定。爱安怎？啊，咱伫咧历史上看到，啊，未少人呢，即、这个修行到相当的程度的时阵，真正生死自在啊。到即个时阵呢，伊自世不自世，都看因缘啊。什么因缘呢？即、这个所在，还阁有一挂人。真心想要来学习，真正愿意来学习学法的，啊，诚心诚意要来学法的，安尼伊就会自世。那所以就叫做呢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诚心诚意来学。伊一定会个帮助。那如果无这款人，安尼伊就无这个自世必要，无必要伊就走。所以清佛自世，都是咱爱发自性心，认真来修学。安尼佛菩萨、善知识啊，才会自世。哦，所以咱就知影，这个清佛自世呢，是有条件的。啊，都亲像《观无量寿经》内面所讲的，号称尊师。啊，那以《无量寿经》内面所讲的，一般经典所讲的，依教奉行。啊，老师所教咱教的，啊，咱会当认真去做。啊，那么这个时阵，伊应当爱自世。啊，如果老师辛辛苦苦来教咱教，学生呢有做那无做，啊，你这个老师待这个世间，待这个所在，都无意思啊。啊，所以。一定要认真修学，这是清佛自世的一个条件。那么这段下面这段呢，就讲到这个礼请的境界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国刹及微定所，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者。啊，那么这段是清佛自世。啊，佛陀要示现别多啊，爱有人来恳请自世。
啊，咱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啊，实现伫世间的时阵，照理呢，伊应该住世一百年啊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七十九岁啊，一般拢讲八十岁都完结吧，都级别啦。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八十岁迄个时阵呢，魔王啊，魔王普顺呢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啊，伊讲你在这个世间弘法利生已经四十九年啊，已经度了未少人啊，有够啊！啊，你会使走啊！佛陀呢，都答应了。啊，答应绝对做到。啊，满意的关啊，八十岁级别。那么佛的这挂弟子当中呢，会使讲这东西呢，啊，嘛唔知影，清佛祖师。那到后来，要过来要求佛祖师呢？佛就讲啊，我已经答应魔王普顺的这个要求啊，我袂当对伊失信啊。所以像这个所在呢，啊，咱爱了解啊，什么时节，什么因缘之下呢？啊，咱爱客请。其实呢，这个客请嘛是唔是一般？咱烦恼的众生所做得到的，啊，这也是啊，一般人啊无法度做到的啊。除非呢啊，伊对道理啊有所了解。啊，因果讲，及诸菩萨啊，声闻缘觉有合。无合，乃至一切诸善智性，我欲劝请，末入涅槃。啊，头前呢，啊，头前这段呢是讲清佛祖师。啊，那么即马佛陀呢不在世间啦，啊，咱请袂到啊。啊，那么菩萨。佛陀已经不住世了，菩萨咱嘛拄未到，那拄到咱嘛无熟悉啊。那么声闻缘觉乃至有合无合，咱拢拄未到，就算拄到咱嘛唔知影。安尼才知影呢，咱这个世间的人呢，福报。智慧嘛无，无福无智慧啊！这个无学啊，无学就是伊这个修行啊，这个阿罗汉要智慧啊，修行。那么大乘呢？大乘就爱发愿地以上的菩萨，就是讲十地菩萨以上啊，才会当叫做。无学啊，那么有学呢？那小乘法里面，初果到这个三果，那四果都是罗汉啦啊，四果罗汉都是无学啊。初果到三果，拢叫做有学啊，因一个咧学习啊。那么为大乘佛法来讲，也是讲，咱啊以原教啊，原教来讲呢。为这个初信为到第九地啊，到九地菩萨，拢叫做有学啊，拢一个在学习。那么这款的人啊，这款的现人圣人呢，咱在即马这个社会呢，嘛真少真少啊，都算长掉啊，咱嘛无熟悉啊，虽然确确实实。也够佛菩萨应化在咱这个世间，但是呢，应化的因绝对袂透露伊的身份，
咱嘛唔知影，咱嘛无熟悉，咱嘛甲当作一般凡夫来看，这就亲像近代，咱所知影印光大师，民国初年印光大师，相传是大势至菩萨过来。如果伊这个身份无讲出来，嘛是无人知影。那么这个代志是到印光大师圆寂了呢，才传出来。印光大师入灭圆寂了后呢，才传出来。在伊在世时阵，无这个讲法。所以确实，佛菩萨住世，但凡夫也不知影。所以众生在这个恶作的世间，现在可以说大乱之世，大苦难的这个世间当中呢，佛菩萨同样是有应化在咱这个世间。诸佛菩萨真正是大慈大悲，但是伊绝对袂用佛菩萨的身份示现，伊用咱一般人同款，或者是出家相，或者是在家相，在家居士当中呢，也是有佛菩萨示现的，咱拢袂当轻视，但是咱都要讲啊，咱智慧报福报嘛真报，就算咱当着啊，咱嘛唔知影。这就是咱会使讲困难的所在。下面一句呢，乃至一切诸善智识，我是恳请。末日涅槃。那么这句以这个范围嘛是真广大。善知识咱拄仔讲啊，包括在家、出家，男女老幼，都用这个《华严经》所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，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呢，干那有五位，五个人是现出家相，其他的呢，拢总是居士在家相，三十个人拢是在家相，拢是居士，那么在家当中呢，男女都有。各行各业拢总有，安尼咱知影，伊是善知识呢。伊如果无露出伊的身份，咱哪会知影？但是呢，咱伫这个大圣经内面，咱如果会当深入经中，会当定定去研究。咱会当提升咱的智慧，提升咱的福报，咱才看会出来，咱才会当分辨。那么第一个善知识，绝对无贪嗔痴。如果伊要有贪嗔痴慢，如果伊讲伊是善知识呢？安尼，咱都爱考虑啊！善知识的心地呢，平等、清净、慈悲。咱我为即个所在去观察啊，善知识言语简单、肯定、有力量啊。善知识所甲咱讲的呢，一定善巧方便。善知识待人
嘛是真诚，啊，无虚假。啊，一般呢，啊，咱为这个所在去观察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这个妖魔鬼怪，魔枪神地色的太多太多啊！啊，会使讲呢，无小心，咱就去骗去，去让骗去。啊，所以神地色教导咱呢，绝对遵守佛陀教化众生的原理原则，这点真重要。啊，特别是佛所讲的四依法。那四依法，第一个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经典。啊，咱家己修行啊，咱教别人一定以经典为主为依据。啊，违背经典，拢叫做谬算。啊，佛在经典顶头甲咱讲，不可以违背经典。啊，第一个依法不依人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依义啊，依义不依义。啊，义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义理，言语不是大关系。多讲几句，少讲几句，啊，这不是大关系。重要的就是讲，以这个意思爱讲，爱讲对，爱讲正确。啊，佛跟咱讲这条，依义不依义啊，这用意也非常的深。啊，在这个时代呢，咱就会当看得真清楚。啊，即卖人。啊，真爱去批评经典，啊，有一挂空慧之人，空慧，啊，就是讲伊这个经典看了真多，但是唔是真实的智慧。为什么唔是真实的智慧呢？伊参成了功高我慢。因为经典看了真多，有骄傲，一骄傲，你这个，你这个智慧就变作空慧啊！啊，这款人呢爱批评经典啊，尤其中文经典是为这个梵文、印度文所翻译的啊，真多人批评，讲这翻了安怎，翻了无好，翻了无忠实。翻了有错误等等，啊，真多这个批评，啊，那有的人无智慧，啊，智慧较浅薄的，听了后呢，对这个佛教的经典都失去信心啊，受到影响，啊，所以佛在四依法里面第一条都是针对这种人，啊，依义不依义。啊，只要伊个意思对啊，这个翻译唔是大关系啊，安那翻拢会使啊，因为十个人翻，一定这个翻的字呢，文句绝对无同款啊。那么，伊所翻的言语最少啊，这唔是真重要啊，只要意思无唔对。对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依义不依义呢，是予咱现代人啊，对这个古人所翻译的经典经论啊，甲一挂古代的一挂注解注疏呢，咱这个心啊，才会当定落来，袂产生怀疑。人人念弥陀，弥陀心中坐，法莲处处开，净土自拥有。老年生活何处去？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？想尽下空老和尚的悲愿，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，往生净土设下，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
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。与缘乘船弥陀无尽愿，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，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，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。上进下空老和尚弟子，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上务下广法师发愿，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，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，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。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，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、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。邮局划拨账号：22703000，22703000，户名：台中法莲净土学会。洽询电话：04-2291-3567，04-2291-3567，0919-952-231，0919-952-231，功德无量。